怎么了？没有，我今天找你出来要干大事。我老婆现在在台南，你还记不记得上次弄我整我的车子？我告诉你，因为我上次煮电脑那一部片，大家一定都有看。我煮完之后，她其实非常想要，因为她自己有一台笔记型电脑，她大学的时候存钱买的。今天我请我朋友帮我买好电脑，那他们已经帮我放在里面办公室。我老婆她现在在台南来的路上，那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送她电脑？因为母亲节快到了。其实啊，我长期都在外面，那她都在台南南投，她也是跟着我两地跑。她照顾仔仔，仔仔就像我们的儿子一样，所以严格说起来，她也是个母亲吧。对啊，所以我送她个电脑，因为她在家里也是哀啊。今天最重要就是要拿我电脑，没那么简单吧？我们有讲到，她有一台笔记型电脑，用太久了，超慢，所以我想说帮她换一台好了。大学毕业是22岁嘛，她抓个20岁买，现在年纪不能讲。反正就是我等一下想个桥段，把他电脑打坏。但是好的电脑把它打坏这样不行，所以我准备了一台模型，然后我等一下把它打坏。我们大家等一下来看一下，要打我的东西没那么简单吧？不是要搞点事情吗 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累吗？还好。到这里花多少钱？我今天坐商务舱。嚯、哦，商务舱！对啊，我坐了1100多块钱。哎、现在疫情的关系，坐商务舱比较好吧，比较安全吧。哎，看这个，看起来很帅耶。你坐我比较帅，他比较帅。我觉得要讲实话吗？不然他比较帅。哎，你会帮我拍一个那个影片啊？嗯。最近蛮多的，有一个是粉丝啊，他说是把你动作。就传打击动作给我，传什么？打击动作。然后嘞？我想说，我拍他有错啊。对。那我拍一个正确给他看。你帮我拍。好，我去上个厕所，等我一下。不会打到你，我怕你打到我电脑。再后退一点，我会高一点就好了。会高一点，你看这样都不会啊。我好了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嗯 ，OK， 你的发力的顺序错了，你都是弄手在打。那弄手在打，我们讲过，影片里面也有讲过，说要用下半身的力量把它传递上来，这才是最大的力量。我示范一次给你看哦，下半身先走。之后球棒会自然的到击球点，之后后续延伸，这才是最有力量，你的力量才有全部灌上去。嗯。而且这个要告诉你一下，好，那我做一次流畅动作给你看。等下去看你的电脑是不是？对，我们去看电脑，因为我朋友已经帮我把电脑放在里面，我请他帮我组一台就可以剪片用。对啊，因为最主要的工作，他有时候还是要帮我剪一些影片啊，叫人家做事情还是要给他一些配备。哦，好的，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壳，这个壳有名字吗？这个是黎明至尊。黎明至尊，那、它的这两边是什么？防爆膜，我想砸砸看，不要了，贵贵的呢。我买给我老婆啊，因为我上次煮那电脑啊，我老婆就说她也想要啊，想要我就给她啊。你的主机板很厉害的感觉，
这。对啊，我这次帮你特别选了华硕 B50M Plus 的主机板，而且它是 WiFi 版本的、哦、WiFi 六最新的，所以它的速度是比其他上一代的 WiFi 5来的更快的。而且它上面啊，它其实是支援一个技术叫做 PCIe 4.0 的技术。你平常在剪片的时候可能要传影片，对不对？那它用 SSD 在传影片的时候，它速度比传统的硬碟来的更快，有效率，就对。没错，而且玩游戏啊，你在读取画面，你再也看不到读取画面了。我告诉你，它有一个特别技术，叫做 AI 降噪的技术。降噪？对，它的 AI 降噪的技术啊，就是在主机板上附一个软体给你。可能玩游戏的时候跟队友沟通，还是剪片的时候跟公司里面的人沟通的时候，它自动帮你过滤后面的声音。它会过滤杂音，只有我的人声这样。没错。哦，这台是水冷的。你可以来。哦，废话，有两根管子，那个一进一出，里面就是很厉害的水冷。ARGB 版本代表着它有很闪亮的战斗灯光，所以它是水冷的。那是水冷头，然后它会连接水管到那边水冷排气，帮助散热。水冷液哦，不是水，一般水不行。啊，这个呢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 M2 的 MP33 Pro M2 PCIe 固态硬碟。固态硬碟跟我们以前那种传统硬碟有差吗？它的读取速度会更快，然后每秒可以处理很高的资料，让你工作更有效率。啊，我看到它旁边这个呢，这个还有亮亮的呢，自己。这个是灯条，因为现在的电脑大家都说要炫，你电脑当然也要给它炫一下啊，所以就帮你装了这么多灯啊。对，我在开车，我都台南南投等地跑，我都半夜开，比较没车，大卡车都不灵不灵的，怕人家弄丢，这台我就放在车上，完全没问题。这个有时候可以调整一下它的灯光，哦，它也可以调整，没错，因为在这个华硕的主机板上面有一个功能叫做 Aura Sync 的功能。Aura Sync， 对，它跟旁边的这些灯光啊，它可以联动，跟现场可不可以跟着我的节奏一起？这个是我打击的时候打到球，原来是打击，我搞错了，不要乱想。它不是本身它就释放热能出来吗？对，它底下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就是它的处理器 CPU。啊，不是在那个底下，在它的水冷头的底下，它是一颗六核心，12执行序的 CPU。哦，所以这一台如果给我老婆剪片的话，一个礼拜可以剪个五支出来，让我老婆剪啊，因为拿我的东西不用做点事哦。原来刚刚好男人的形象是，如果之后变成一周五更，就是这台功能。所以我要先说服他。哎呀，这里要装什么东西啊？是什么？这个是时全科技的 Delta GB DDR4，然后8G 乘2，总共16G 的快速记忆。这个也会亮？哎呀。所以这个叫做记忆体，是不是？对。我记得这个有防呆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这个就把它放进去就好了嘛。我记得我上次装电脑经验是这样，就是压进去会咔一声嘛。对。所以它有四个洞，我以后可以再把它扩充吗？就变32G 了。OK。哇。啊，不是，我看我家里电脑不是下面这也有东西吗？啊，对了，显示卡、啊、剪片啊，玩游戏就靠这张，好不好？这个显示卡、啊、它在16系列。
走，我们进去看看他。我有点紧张。我啦。啊，你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不要碰我。走开。你先放着，先放。这其实是整你的。喂！哦，你刚上厕所的时候，把它掉包了。这是不是我电脑？不是。那我电脑。让他们先带走。你那么烦。他们要整你，就是要整好玩的啊。我告诉你，你有没有看到那有亮亮？为什么会？花钱买的啊。不然呢？他怎么那么好？要整你，我也是要给你一点好处吧，对不对？对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回去看，去看一下。哇，很漂亮哎！是不是跟家里那台一样都会亮亮？对啊。哎，怎么开机？它已经开了。哦。开机在这里。哦。这是开机。哇，好高级的感觉哦！耶。这样，好不好？嗯，还不错。哼，抢啊！不是开玩笑，而且你看这键盘跟滑鼠。嗯，都很棒。哇，布丁布丁，它连这个都会亮。亮哦。重点来了，这台电脑是不是放在家里？对啊。是有仔仔，它这个还有过滤。哇，因为它是有风扇，就不要让毛进去。哦，这好棒哦。对啊，而且这样就不会卡毛、卡灰尘。对，还有下面，它下面也有，这里有没有？所以很像家里的人气滤网。对啊。会笑了哦。会笑了吗？这送给你当成母亲节礼物。我还没当妈妈。仔仔啊。好、哦、对对对。哎，好高级，好喜欢哦。还有策划是策划好久哎、欸。那很废物哎、欸。我还请了两个朋友老师帮我组这台电脑。啊，你上次不是已经自己组过了吗？对啊。那你为什么？我没那么多时间。我会组。好啦，有整到你就好。好，喜欢影片欢迎订阅、赞、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你要讲一下你的心得。哦，就谢谢老公啊。再来。喂。嗯哼。你在干嘛？玩电脑啊。为什么玩电脑要趴地上？因为我没有坐这个椅子啊。这么可怜哦。你买给我吗？哎、欸，那有人送人家电脑，没有送人家桌子跟椅子。看看有没有干爹，好不好？应该是需要一张升降桌啦，那、啊、再来一个电竞椅、耳机好了。哇，这样以后我也可以开直播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好像是哎、欸。你们想要看我开直播吗？成真干爹。拜托干爹。